请回答西安建国路的1998。街头巷尾，青春一晚，时光一串。前18年的不闻窗外事，是一场肃穆的自我觉醒，自律与从心的交接。我，哪个才是真的我？就这样吧，接纳有颗粒感和噪点的我，就放肆吧，狠狠踩着自己内心的节奏，就逆流吧，用最冲撞的色彩反叛流行，就自由吧，我。男孩要好好的，好好的笃定认可，好好的独特，好好的唱，挣扎与蜕变的自我。嗨，你好，我是瑶池 Zivo。